2016年9月11号来到海洋世界，在花莲。现在是看到礼拜天下午3:30的实景。幸福台湾微笑澎湖为您现场报道。刚刚有坐了加勒比海盗船，还有包括加勒比海海盗船，这两个算是这边比较有特色的啊。我现在坐的是叫缆车。正前方这边所看到就所谓的叫做 Pacific Ocean， 叫太平洋。哇，今天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，太棒。